Hello， 我又好久没更新了，今天给鼠子们做个宵夜吧。先来一个果冻，是草莓味的，给他们分一半。其实果冻不太好分，要是分不好的话，可别怪我哦。再来一个牛奶味的，然后来一根苹果味的营养梨，给他们均匀的分配一下。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苹果的果肉，像我们吃的果酱一样。然后是苹果夹心饼，给他们一只一块吧。这款点心我是比较迷惑的，看不出来哪里是苹果。再来一片苹果干，把它分成四份。水果干每次不能给太多，毕竟糖分还是比较高的。然后是野菜球，每只给两颗，这个他们都挺喜欢吃的。再来点威化饼，给他们一块分成三份，其实威化的糖分也是比较高的，为了鼠子的健康还是少吃点吧。然后撒上椰蓉，这个应该没有鼠子会拒绝吧，实在太香了。最后是草莓碎，这个我也喜欢吃，更别说鼠子了，有跟我一样经常吃鼠子的零食的吗？最后拿给水饺尝尝，来，过来这边。哎呦，吃着就跑啦，剩下的都不要了吗？